但是就会有暴震吧，就是温度还没到你就是暴震就先爆了。对啊，那个才一半它就爆了，就会变成你的车子就是等等会不会有会卡卡的震不震。那你还不买这个这个也很便宜吧？很便宜啊！啊，我买我家的机油一瓶就要400块啊！哇塞，这个六瓶我就买我两瓶哎。啊，你是加要加几瓶？我要加5瓶啊！啊，那买这个啊！你下次加加看啊！结果哇塞，超赞的 ，Made in USA。加这个可能要提早换油。哦，那提早也不会提早多少，你本来是一年换一次吗？没有，7000公里，那差不多一年吧，半年换一次，4个月吧？啊，4个月，那你这个就也顶多3个月就换了啊，那也还是省啊，省爆炸多哎、欸。那就太早换，你就要多保养的工程、啊。我、哦、说比较麻烦吗？你要多了保养的工程啊、哦。你以为换油人家不用钱吗？啊，换油要多少钱？1000块吗？1-2千吧。那还是便宜啊！你1-2千你就可以买432哎，就是刚好啦。不是啊，我是说提前一个月，但是你多花1-2千，那还是怎么样算都便宜啊。要试试看之后。你要试试看啊！如果效果没什么感觉，差不多，那不是就买了就对了。对呀、啊，对啊，那要等车。哎、欸，你可以来 Costco 换吗？ Costco 反正换机油就大家都会啊，然后来 Costco 换应该不用那么贵啊。好像有吧，我不知道。对啊，那不是就很棒吗？可能你买 Costco 牌，然后他帮你免费换机油哎、欸。哦，是不是？200分啊。